世事無常，結婚十六週年的今日，原本計劃去看本年度最浪漫的電影去慶祝，一部可以反映到我們十六年婚姻關係的電影《屍殺半島》。可惜的是疫情的關係，戲院無開，不得看，不要緊，我們唱歌去表達我們今天的心情。準備好了嗎？不壮不生